Hello，他在加班，还没弄完。现在已经接到老伯下班了，我们来到了超市门口。小泽他是早上跟他姑姑10点多钟出发的，现在的话估计还有2-3个小时就会到吧。我现在去给他买点好吃的，他喜欢吃鸡腿，去给他买点鸡腿、鸡翅，晚上给他炸着吃。走，走。可以不买？这是新开的呗？啊。猪油饼，好多好吃的。一包炒粉，有的时候在家里给小泽炒粉吃。小泽好像是挺喜欢吃这种的，是吧？这啥？辣松小贝，应该是肉松之类的。啊，拿个肉松蛋糕。哎，汤哥。啊。家里一丁点的白酒没有了，我觉得你是欠白酒的。我今天让你挑，我来给你买单。哎，好啊，好啊，那我来挑。这啤酒蛮好喝的。哇，那我是沾了小泽的光嘞。要敬酒吗？嗯，好。我拿鸡腿，大鸡腿拿一点吧。好的。拿个9个。好。哎呦哎呦，好，我又还原了。来，你来呀，这样不能倒我一斤。哎呦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周，我刚昨天回来，姑姑带我回来的，我很想让我爸爸妈妈。那你知道我姑名字长啥样吗？名字长啥样？然后给我爸就去腌鸡腿，一会儿就行。我喉咙哑了，我尖叫的时候就开始喉咙哑了。我知道我喉咙哑，因为我一整天就这样，把我喉咙给搞得哑死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陶鞠躬。刚才我们从超市回来之后，刚好在小区的门口碰到了他姑姑，带着小泽也到了小区门口。哎，这就是巧合吧。更加巧合的是，小泽还给我们带了很多鸡腿，就是我们家乡那种卤菜店做的那种鸡腿。我们给他准备鸡腿，结果他给我们也带了鸡腿，真的是很巧。哈哈哈哈！好，现在我开始做这个鸡腿。先把鸡腿洗一下。拍两瓣蒜。你灶台都要拍垮了。再准备一点姜。现在开始腌制鸡腿。为了更快的入味，把鸡腿浑身都戳上洞，多戳一些。这时候呢，就是一定要小心，千万不要把自己手戳到了。加入切碎的大蒜、切碎的生姜、适量的盐、少许的花椒、胡椒粉、料酒，把它抓匀。它这个最下面有这个料酒的水，最好是把每一个鸡腿都放在里面泡一下，把它腌制一下，腌制个半个小时左右。其实这个东西腌制的越久越好。有条件的最好腌一个晚上，就是像这样把它腌好之后放在冰箱里面，一个晚上之后它会更加入味。我们今天时间比较紧，所以就腌制30分钟。拿个这个盘子把它烤起来。现在准备它的果料，小半碗面粉，打两个鸡蛋打里面，再来点玉米淀粉，一点点糖，一点盐，接水。
它们搅拌均匀，搅拌成这种糊状，就搅成这种勉强可以挂起来的这个样子。不能太稀了，如果太稀的话呢，就可以加点面粉，也不能太稠了，太稠了呢可以加点水啊。搅好之后把它备用。我们来石头剪刀布，谁输了就被谁抱。哦，我一个来就看电视，你就别要管我。好，行。石头剪刀布，三拍，三局两胜，三局两胜。石头剪刀布，能不能把枕头剪起来？现在腌了差不多有个三四十分钟，我们现在来打鸡腿。起锅烧油，倒油，把面包糠准备好，把鸡腿浸到面糊里面，给它挂上面糊，挂满面糊之后给它蘸上面包糠，如果没有面包糠也可以蘸这个面粉也可以。好，油温七成热，下油锅炸。翻一下，把这个鸡腿全部都炸成金黄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。不过重点啊，炸这个鸡腿的时候一定要用中小火啊，不要用大火，因为大火炸至金黄它里面有可能还没熟，所以炸的时间一定要长，一定要中小火。比大天下无敌手超级大，比普通的鸡腿还要大，哇，这么大。好，小泽拿菜。你不要说话了。大不大？来，这个是小泽的。好圆溜溜的鸡腿啊！我说的是烤鸡腿的样子。这个是你的。好的。我是这个。好，小泽你就用。这比较小，我的比较大。就比较大是吧？看不懂。我们给它起个名字，脆皮圆鸡腿。我刚才就咬不动了，咬不动。你像爸爸这一样，然后呢，你像爸爸这一样，然后用手捏着他那个骨头。我知道了，一戳戳破。嗯，好啊。不，怎么了？热气都封我脸上去了，有意思吗？烫死我啊！快吃。不是，用手捏着它，牙撕破就能看到肉了。用手捏着它，用手捏着它，好捏一些。妈妈，我都看见这里面的肉了。妈妈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咬完皮都吃。嗯。哎，我的，好香。
我要问一下你，我一生出来第几岁？你生出来先是一个星期，后来就是一个月，后来就一个星期之后就满月，满月还我过了六个月。对，你已经过了六个生日了。妈妈好大嘴。妈妈好大嘴，妈妈的嘴一会儿更大。那你敢一口把房子给吃了吧，一口把山给吃了吧，一口把树给吃了？那不行。那他多久？这个鸡腿实在是太巨大了，我们三个人一人吃了一个。小泽虽然刚才说他能吃三个，其实，后来他也没有吃，现在还是。肉吃到只剩一壳子。这剩下的三个呢，是有两个我一会儿要给他姑姑送过去，刚才已经跟他姑姑说好了，给他送两个鸡腿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明天早上给小泽吃。各有一个啊。是的。是的，是给你留一个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我是小泽，拜拜。拜拜。